然后准备稍微切一下，再炖。之前不是回家就打稻子了吗？然后没弄了，今天朋友过来，然后帮忙弄一下，我一起把今天看怎么把它弄完掉，不然到时候下大雨了，家里进水麻烦。买了一个肚子，这是羊肚，羊肚的味道还是挺重的。还有这个羊肉，这个肚子和这个羊肉呢价格是一样的，40多。还有这个是羊心，自发面粉和盐一起洗。自发面粉就是做埋盒的那种，可以变大。我看一下加这个，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加这个也会变大？不会。那面粉为什么馒头为什么会变大？然后准备稍微切一下，再炖，不然太大了，炖也炖不烂。刚才洗了，把这分开，不然太厚了，刀不行啊！哎呦，准备切好了，重新洗一下。然后就可以开始炖了。喂，这是因为上面要五点嘛，刚煮了，我靠，下锅开始炖了。来，咱们做一个鲜汤。这是肉、骨头、心、肉，还有咱们的肚子。你看，买羊肉送五香草，老板来给五香草和姜，还有这个大葱、小茴香、干花椒、干辣椒。好，就这样煮吧。料酒，好，就炖吧。好，盖起来，加猛火。我要去挖地去了，就去不到家里面去了，这都到爸爸那边去。我想睡这里也好点。先搞点啥？来，你打个毛子来。我加盐，你这个里面加鱼，这样汤很鲜，所以鲜字就是羊和鱼加起来的，所以我们就做个鲜汤，就是这样的，再煮一下下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切一些，我们搞点出来切一下吃吧，不然饿了，就吃一点，再继续干活。然后这些鸡肉让它炖在这里，来这一块，来切一下，这个不错，羊不老好吃，太老的要炖很久才行。我也是看了这个羊不老，所以才不用高压锅。香得很。有点小烫。这是肚子。羊杂汤。
杨鑫。再来一块就可以了，再把鱼咬出来，咱们三个人咬三条，先试。四条吧，四条。你买了几条？五条。哦，饿了。哦，筷子这边。坐这里吧，坐这里吃。你晓不大哥，啊电源的，没电源的，开啥个油辣子？嗯。没了，你就都是老电源。还挺好吃。我都喝过一瓶了。我这个。啊，你也要喝？嗯。好。拿这一杯，再拿一杯就行。我拿瓶。水瓶子。来，他来搞这一瓶就行了。不，我要小瓶。蛮好吃的啊。嗯，喝点就下午茶。哎呦，嗯，一条鱼了，有好多的。我都吃了几天鱼了，我都不想。你家里的鱼养大？家里的鱼养大。嗯。钱都干了，开裂了，还养大。那是不是被你吃完了？我还吃了一盘。那是前天他们去钓了三条，好像是九斤多。九斤在哪里钓的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这么好的资源。人家钓了，我去买了18块钱一斤。哦，给你买了。人家钓来卖的啊。我以为是你们钓的，我在想你们已经没钓。我从来都钓不到鱼的。那天我去野灯火去捉，下到水里面去捉嘛。嗯。那个水太急了，我看了个好大的一条。拿电筒照着它。我照着它，它就在那里跟我开玩笑，它就在那里转来转去，它也不动了，也不跑。我一下去，它就走一点；一下去，它就走一点。我抱着一块大石头下去的，那个水里面太急了。然后我拿个电筒是拿在手上，我说把电筒又不知道放哪，我拿嘴巴咬住，咬不住，那个水里面太急了，从那个嘴巴就咬不住那个电筒啊。看到吗？野灯火的水是好，三角那里嘛。就是三角上游。下游那里，下游那里，三角是属于下游的嘛？下游的鱼，它的啥鱼没好些的。这几天都很清澈的，没下雨。嗯。前两天我去那个清水江去钓鱼。钓到吗？钓到小鱼，大鱼都拔河。你钓鱼跟我一样放空军了。我钓到鱼了呀。没那么大，钓到大鱼又在拔河，那我又拔不过它，我只能就是钓到那些就是傻鱼嘛。我只能就是放，把它放生了。要么就是干爆干，要么就是我下去。你下去啊？一个几斤的鱼你都拉不住啊？你到了。有多大？十几斤也能拉得住啊？你没看到？把线拉断了也不。那个你漂都扬不起来。我没看到我下去拉，把镰刀整下搞成两截就行了。很深啊。嗯。水很深啊。我其实不会游泳啊，小孩，等下去别把鱼吃了。戴着眼镜不怕了，不戴眼镜的话，它乱撞到石头就怕。嗯，最惨了，我这么久没照镜了。吃点羊肉算了。啊，鱼再咬一点嘛。羊肉还有肥的。有。这个肯定是那种小绵羊。肥。嗯。这多少钱一条？小山羊。他们说这个便宜，不是山羊，山羊没这么肥的。山羊哪这么肥的？我们不是山羊不要的，通常都是到你们野洞河那家女人，我跑路那家，然后她接手了嘛。跑路你没有山羊，跑路那家没有山羊。他家是卖什么羊？卖山羊，这山羊多少钱一斤？45。多少羊肉？嗯。买的？嗯。毛重都要40块钱一斤。没有，毛重哪一贵？没有这么贵。没有啊，毛重没这么贵。公羊的毛重40块钱一斤，我骗你干嘛？你啥时候买过？我啥时候买过？这是在卖的是这样吗？我买。他没杀好的就卖这么多，就卖这么多。如果那个母羊要便宜点，母羊就30斤。那就是母羊吧，不知道了。羊米才搞1米。今天都花了差不多2米了。嗯，来再喝点汤。哎，喝点汤，这个有力气干活啊，这个好吃的很。汤太鲜了。
蝎子，蝎子就是由鱼和羊混在一起，就叫蝎子。所以想到这个，我就拿了个鱼和羊煮在一起，那真的是蝎。明天继续干。应该说下午。